你们都喝过豆浆嘛，但是有没有喝过新鲜的？今天我们家收豆子，我把这个豆浆机嘛都带来了，一会儿品尝一下，看看口感怎么样。有些人可能不知道，你们喝的豆浆就这个，我剥开给你们看看啊。给它剥开之后嘛，大家就认识了豆子。今天是剖心两个配合。啊，剖割的太快了，我根本就跟不上。老妈，你不能慢一点啊！我豆哥这个是什么人啊？请你讲普通话。刚刚你说的啥？我多割一点，请你少割一点。婆婆的速度，星星的速。俺婆婆太厉害了，请你过来看一下花生。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快点！一会打豆浆的时候，弄点花生也好喝。还挺漂亮的哦，挺甜的。你这个豆浆机能榨几杯啊？够你喝的，给它收完咱就榨。我们现在把这个豆子嘛，给它抱到那个外奶家院子里面去，等天气好的时候嘛，给它晒点吹吹就可以了，豆子就出来了。我外奶这个摘菜呢，我大姐大舅也回来了，陪外奶奶。小杂鱼、哦、奶奶上次给你买那个蟑螂药怎么样啊？挺好的，今年没得蟑螂了。没有啦？没有啦。我还担心效果不好呢。现在没有咱俩啥事了，就把豆子抱上去，大舅也来帮忙了，被我妈拖过来了。谁走进去啊？有什么感觉？每次干农活都是大舅妈干的，我大舅就负责上班。大舅是不是偷懒的？没了，收尾了。今天瘦的还挺多的，咱这以后就榨豆浆嘛，对吧？家里面花生刚好也收入，哎，早六千。对，我现在把这个豆子剥一剥，等一下榨豆浆。二宝，你今天好乖呀。这样一看嘛，就是农忙的季节，丰收节，豆子、玉米、花生还没到时候呢，我妈在这摘那个青豆子呢，炒着吃，烧豆腐都可以。这个摘下来的炒辣椒、炒韭菜、炒虾米都好吃。好，好不好玩？好玩啊！姐姐上学了，没有人陪她了。我大姐这个饭都已经快做好了，这个是啥？哦，然后这边是肉、炸鱼，哇！这个有食欲。再加一颗冰糖。这个豆浆20分钟就好了，咱不着急。咱们这个玉米只能人工剥。嗯，那个机器坏了。二宝啊，咱们吃饭了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哇，这要出锅了吧？我大姐这个厨艺没话讲，挺有食欲的。豆浆也已经好了，哇，挺白的哦。这个豆浆香，味道比较重，而且花生味也浓，真香。香吗？比那个晒干的豆子好吃，是吧？这肯定好。嗯，还行哦。静怡，水哥，你要干啥了？你要我搞大不了。这两个人聊得太开心了，太嗨了。现在带二宝去看大鹅去，他非要看，在这闹呢，是不是啊？这个鹅好大呀，
他还有一点害怕呢。快去，来，玩去。哎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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